Hey Benz， 是的，请说。气氛灯转红色，请问需要做什么？气氛灯转红色。请重复。氛围灯转红色。好，我帮你换。是不是定好多啊？冇咁嘈啦吓。是，这个声音也就近很多。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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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车也会坐得舒服一点，就是窗啊会大一点。你宝马？对啊，上次那个。你感觉好热啊？是，可以开小一点。哦。我不习惯啊。我唔習慣個剎車咧，伸得滯咧，我真係會咁，即係輕輕點一點都剎得好犀利。哦，是。对对对对。我在这里，我可以在这里打电话给妈妈。哦。干啥？他跟你电话是连接的啊。打个安全带先啊！我刚才刹车整看那条腰，那个刹车比较敏感。那个卖的那个什么日本那个牛肉饭呢、啊？
叫牛，那个字叫什么？牛井啊，是吧？他那台车都不够我开，这么响也没用，你看我给一下油。哦哇！就轻轻一下啊。对，我没有踩地板，就轻轻一下。需要很努一下才可以。是你以前的车，对，我看着像。之前还买那个啊？哦，之前那个有天窗，就不得光亮。哦，这个车也挺漂亮，但是这个新车几钱啊？嗰架？嗯，廿零啊。哦，廿零。唔系新车喎。嗰架喎。啊。Benz 喎。冇新车啦，停产咗啦，已经停产咗啦。几年前嘅车啦，已经。你有嗰架嘛？唔系你个架咧？呢架？你个架？即系呢架啦。旧个架咧？即系呢个样啦，系嘛？系啊。冇新车啦，停产咗啦。唔系呢个系咪你之前个架？系啊。跑啲噶嘛呢架？系。都差不多，外面看不出来。是吧？这个顶都一样高啊，感觉。看到你好像是不是是不是他们远了这样看下来这样看到他们这个车来的这些人好快的什么东西？这栋 NCC 在这里。院的证件攞咗啦。攞咗啦。如果佢三个月到咗期，又会续期咯。如果冇开关。一年啊。啊？
一年啊？唔係，一年有三個月你只要去。唔使嘅，一年嘅，一年而家做一次。嚇、啊，因為結咗婚之後一年一次嘅。唔係三個月。唔係三個月。我已經大了一年，做了一年了，已經學了。總之你要留下看那個紙仔，你就知道停留多久了。好，那怎麼樣？滿不滿意？嗯？滿不滿意？這個車不錯。阿美？對啊。這個車不錯，就是各方面性能都很好，舒适度，然后这个速度啊，速度稳定性还好吧？有速度比那个差一点吧？对，哦，比那个差。对，我是感觉这个好像还好一点的。我没有踩过嘛。这不叫奔驰跑车，这叫什么？轿车。这看着是跑车吗？是吧？这不跟也叫跑车吗？轻跑。没有。它就叫纸上面写的轿车。它就叫轿车。嗯。就没了，哎，就反向望你就可以一致就是能看到了。那现在啊？